阿胜可以问问通哥对驾训班系列的感想吗？对驾训班系列的感想，看那个你说现在驾训班合宿系列，驾训班哪一个啊 ？Fake 那个 Fake Driving School 吗？Per 系列的，就是那个日本驾训班，然后要合宿的那种了。那个有一个在车上的 NKKD 开头的 NKKD， 那一部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欸，我 那我直接问，我直接问你一部怎么样？欸，有一部叫 Per 三三七 ，PRED 三三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新奈爱演的 ，PRED 三三七。哦，新奈爱很顶啊！新奈爱很顶的。他帮，我觉得他蛮顶的嘞。真的假的？他是那个 Prison 的啊。欸，还是你不喜欢新奈爱？没有啦，想错什么了？新奈爱不错啦，我觉得新奈爱那一部。不错，那一部长得特别特，那一部的妆感特别不一样。Premium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三岸逢花，三岸逢花就对了。那三岸逢花永远的神啊，那也没办法。不是三岸逢花，我有访问过他，他人真的顶。你有访问过本人的哦？会动、啊、会动的那种。对，会动的会动的，哎、不是那个塑胶的。真的跑去做风俗店的女优也不多吧？感觉其实蛮多的哦，蛮多的哦。我操，你有兴趣是不是？没有，大概多少？那个，看，如果是泡泡浴的话，大概那种很顶的泡泡浴一次大概七八万日币而已。很顶的哦，很顶的是待到什么程度？就是那个里面，就是你进去里面有一些长得差不多像巡果那样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巡果那种等级的，然后七八万日币哦，那是真的蛮刺激的。有没有兴趣了？有啦，之后解禁的话，之后解禁的话就一起解禁一下，解禁一下再继续也去解禁啊，我们也去解禁一下。对啊，我们也去解禁一下。特别企划啊！可是女优会解禁，我们也需要解禁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解禁吧？对啊，真的是女优有解禁，我们也需要解禁的。不是，你别回来了，住在日本就好，去吧。等一下，他对新奈爱有感情，是因为他跟他拍过。怎么可能只是追一下？什么你对新奈爱有感情？是，我这边有观众在讲说你跟新奈爱拍过婚纱。我跟新奈爱哪有拍过婚纱？乱讲。台湾通膨也太严重，日币七万可以去最顶的风俗，台币七万只能加 line 等于等于。帮我问一下，泡泡浴可以遇到深田咏美吗？泡泡浴可以遇到深田咏美吗？应该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深田咏美现在干，他光是忙他的那些，他那个 Twitter， 他那个满粉丝团那个回文就回不完了吧？对啊，他搞他的网红生意跟自己的品牌就快死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帮我问日本流浪店中止通有涉猎吗？这边开一团，阿胜你到。抱歉，这个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找到相关的人。真的假的？可以帮我问泡泡浴可以找佐佐木明希吗？可以的话，我想跟他来好几发吗？佐佐木明希，不是，我离冷静一点。佐佐木明希，佐佐木明希，你想要是不是？有人说想要佐佐木明希，他在虎之穴啊！真的假的啊？他真的有在做就对了。啊，哦，确实有在做的哦。青山店还哪一间吧？我先问一下，我观众在问说你还没破处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认真，24岁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直接那个，是，怎么了？你要帮我破是不是？没有，就不是啦，靠背哦，不是啦。我想说，那这样我们一起去日本的话，就我安排了嘛。啊，可是就是有一些人有这个忌讳，就是说这种事情不能给别人请，这种事情不能给别人请，有这种事情哦？应该你是这样吗？应该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还是你 don't care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先冷静。我应该没有那个，应该还没有要去洗，应该还没有要去洗。目前是有那个啦，目前是有准定，目前是有那个稳定交往对象，稳定交往对象。我觉得我对啊，我他妈现在观众才说你有女友，我现在觉得被欺骗的感觉。你现在没有啦啊，有女友，我也可以跟他说，我突然有点问题啊！我操，你有女友，你才跟我聊这么开心，我突然觉得这个感觉重。我有女友跟去日本玩是两件事吧？是这样没错啊，你知道我身边，你看，对啊，你知道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们只要是有结婚的，
我每次约说要去日本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老婆愿意放行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，谁敢让你带去日本玩啊？谁敢啊？是我，我也不敢。如果你真的是把我，这些人真的是把我当做皮条客一样。如果今天是我，如果今天是我，然后我女友说什么你要带去日本，我也不要，我也不敢啊。什么？你就是说带一堆女的去，我也不敢。你一定要带去什么？感觉感觉会去什么奇怪的地方、欸？我是说今天。干，我也可以排一堆吃海鲜冻饭、吃烧肉、吃拉面的行程，我还可以带你去看那种各大名城景点。啊，有那种很宅、有那种很宅男的行程吗？可能模型店绝对有啊！干，我真的干，我直接带你把秋叶原逛烂都可以。所以你是，所以其实你是日本通啊，被大家误解了。我不敢这样，我不敢这样讲啊，但是。但是大家都有误解，真的太深了。没有。说呢，你可以帮超负荷找个像贝克的女优妈妈，是她曾经的一生挚爱，但是现在形同陌路。她也是因为贝克这女生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叫我找像贝克的女优给你？你知道贝克是谁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贝克是谁？啊，你喜欢？我知道啊，他不是那个教练吗？不是哦，是我以前有一个。我以前有一个喜欢的女生，长得有点像她哦，有点像而已，没有到像。通哥真的不是我们习惯超负荷口味就这么重，到底要怪谁？他就很晕贝克。冷静一点了，我晕的不是贝克哦，不是，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信观众了，好不好？我晕的那一个是长得像低配的那个七泽米亚，低配七泽米亚。七泽米亚，你晕的像七泽米亚。干嘛顶欸、啊、不是欸，七折没啊，那超级顶的欸。对啊，我是说有像啊，他滤镜跟那个套满是像的啊。如果滤镜套满，滤镜跟那个装套满是像的。我眼瞎了，哇，你们都冷静一点。从张家胜以前在突袭实况圈是含水会结冻的，就跟台中彪哥一样。哦，我的天！不爽海边削波块就多一块了。哦，我的天！你们这样讲，我越打越紧张。要小心一点，超负荷。他爸是立委，我们不是哦，不是那个立委张庆忠，我是别的哦。冷静一点哦，不一样的哦，只是同名同姓哦。是我知道你听得到我才逗的，可是我不想给你赚。再说一次，你花钱买100本贝克写真集，还在那边德美雅干你娘。安安通哥可以帮我问超负荷这把会输，是因为对面那个莉莉娅的脚长得很像贝克的长腿吗？通哥你好，顾客喜欢看三只公狗杂交互干之类的片，但你一直推正妹有够清淡，他根本不想吃。还 AB 专家耶，嘿，真的假的啦？没有，那个三只公狗互干那个是很，你想要重口味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三只公狗互干很艺术的哦，那个不能怪我，那个三只公狗互干是不是真的蛮好看的？不是我的问题哦。阿胜飞田心底我老熟了，搭车到动物园前站，往二号出口右转直走，每个颜值都顶到一个不行。观众一直在警告我，我不知道，那不关我的事哦。冷静一点，那都不是我做的哦，我没有那么可怕，真的。阿波浪号，波浪号，看我，看我，我中了两枪，请大家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，照顾我的老婆。怎么又有这个在抖内了？哦，他妈笑死，没人来这里抖内，流量恶魔应该要叫流量财神吧？你听得到这边都只要10块钱，才不去你那边让你练财。哎，不能从那边那么花10块钱来凑我哎！去你妈的嘞！这个10块的抖呢，为什么都停不下来呀、啊？你只是笑实况主而已，笑死！啊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奥夫宝关掉了？没事哦。你那边继续放哦，我可以哦。帮助你的脚肌可能。你 OK 哦，真的 OK。我苟得住，没事没事，我苟得住。你行哦，你行哦。没事没事，我 OK 我 OK。